王一博、李易峰和靳东共同参加了伟大征程文艺演出。从路透中发现王一博拍了自拍，于是网友喊话王一博把自拍交出来，想要看看王一博自拍有多少人入境。李易峰发了王一博拍的大合照。自从网友从路透中知道王一博拍了自拍照，一个含有一丝丝卑微的话题就涌上热搜：王一博可以交出自拍吗？有人表示，只是想要知道王一博的自拍有多少人可以入境，靳东老师有没有入境，原本只是粉丝自娱自乐的一个话题，谁知王一博的这张自拍被李易峰发了，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网友沸腾了。感谢李易峰发的照片，有多少人入境，靳东有没有入境，终于得到答案，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了。王一博的自拍中有多少人入境，靳东有没有入境，这个答案从李易峰发了王一博自拍照片后就比较容易回答了。一共有朱亚文、李易峰、王一博、李光洁、张韶涵、郁可唯、刘涛等九位艺人出现在王一博的自拍中，但大家可以明确的看到靳东老师确实是没有入境的。没有入境那也没有关系，网友手动 P 图也是非常厉害的，成功把靳东 P 在王一博的自拍合照中，所以关于靳东有没有入境这个题目就成了开放题。